劲儿，二姐姐真是勤谨啊！捉的好东西，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。妹妹好大的气性，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少根指头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嫁了她又有什么用？我们还不是一辈子守在这鬼地方。 连你也不消停，想看就去前头看。我说妹妹们，这还没开始行礼，你们就急着要闹喜糖了？嗨，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，我们呢，别操那没用的心。姐姐，人我就交给你，一路辛苦了。姐姐，母亲是老糊涂。 妹妹们又不晓得事，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？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，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尽一次本分。我何尝不心疼她？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，正是拜着纯露所赐。不恨就罢了，还这般作践自己，我是咽不下去。有些事情不看对错美丑，更不论强弱输赢。 都是机缘巧现编织的宿命，姐姐，你我当时都未出生，不曾见母亲用过的情，自然也参不透她今日的痴心。世伯那边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借来的福分，能多享一日，也是好的。你，随我来。 前面便是母亲的蓝房了，这里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母亲平日里都是好的，唯有吃饭时只爱独享，千万别去沾惹她。还有，别细看她的脸，尤其是眼睛。姐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的话，你可要细细记住了。快去！ 别误了时辰，哥哥，你让青山当何苦啊？ 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，能回来就好。姑娘们，排宴。